造出来的。既然我们黄关镇所有的同胞奋斗了一年半载，举行了超过十多次的纠察行动，我们的改革还没有成功。不过各位同胞、各位朋友们，希望大家多多加油，肯定的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路是能跑出来的。好像我的同志陈国伟国务委员刚才所说，好像陈国伟国务委员刚才大声地跟大家说，我们心里啊，必须要把我们人民的精神带到国会去，带到中议会去。早几年，政府还带着那个联合国的精神说，如果在每一个市镇要有新的设施的建设的话，必须要响应 Local Agenda 21，当地人民意愿的议程 ，Local Agenda 21，联合国的一个议程。我们的政府当局，上一边路一直到黄家店，这个所谓的乡村地方发和政府发展部长啊，一直在说我们基本设施有新的道路，或者是有任何设施，必须要和人民沟通交流，然后才来做出决定。那么这一次封路的决定啊，到底是跟我们沟通了到哪一个地步？我们必须要邀请他们重新的回想 LA21 的精神，到底你负不负责。 LA21 呢，是在我们的第三票之中流失，本来所有基本设施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发展呢，必须要和人民社区人民协会一起联络交流。那么我要问了，身为州议员，身为乌拉港州议员，又身为嘉义市议员的马华人民代议士，